在《刺客信条：英灵殿》中，你将扮演为金人艾沃尔，金去频出的 Disc Queen， 或者 King， 凶猛无比的黑鸦战队队长。艾沃尔与族人们在英格兰安身立命。这是个征服的时代，维京人的时代。说唱的新世代。If I tell you you're foolish and stupid and dull, then I tell you you've nothing inside of your skull. Have you ever seen muscles as massive as mine? You have the form of a very large swine. Oh, you think you can scare me? I'm tougher than you. Not much of a man, but you're a brave little shrew. You think you're good with words, eh? How about your fists? I will have my winnings, please. Earn them!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，一个右边腿我全部防止，防止距离后自然是一个左正蹬，一个左刺，左正蹬，左正蹬，左正蹬。他当时流眼泪了。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。但这个世界充满了 bug。每一片新的领土都有从未见过的危险和秘密。寻找宝藏，要先找到炸药桶，然后扔炸药桶，找炸药桶，扔炸药桶，找炸药桶，扔炸药桶。每一次解谜都是对你智力的强力冲击。你的传奇始于最基本的需求。Sex， 在这里你会慢慢的与氏族成员打成一片，展开英格兰的旅程。在同盟地图桌前，你会遇到氏族的关键情报收集人兰蒂福，你的嫂子。看看同盟地图，吻她和邀请她去床上。看看同盟地图，一同制定大业的第一步。出发吧，征服王国的时候到了。麦西亚、东王格利亚、诺森布利亚以及维塞克斯，到这些地方去吧。在当地找一个不起眼的瘪三，只要帮他跑个腿，顺便摆平军队，帮他登上王位，深藏功与名，然后再把这个过程重复十次或更多。艾沃尔，赌上你的名誉、荣耀和领导力，你的选择非常关键，会对各个王国产生长久的影响。你将选择要不要给坑里的这位大姐毒蛇蛋，这将决定上方的英格兰平民是否会被臭屁熏晕。Yes！ 隐匿于市井和人群之中，或者操作太菜被抓了个现行，然后轻松杀光整个城市的敌人，像维京人一样喝酒、指头子、撸狗、狂按二二，体会只属于你的萨迦传说。刺客信条英灵殿同时登陆，买不到，但是读盘只要5秒的次世代和读盘要40秒的贫穷本世代。不是每一个战士都能进入英灵殿。